哦耶，这个我可以。血条先关掉，我们看一下，嗯，这个不错，行。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方舟生存进化，我是老头 Old Man， 欢迎来到普利亚模组哈。那我们这一次呢，啊，一样去外面看一下新的生物。我们上一集的奇美拉好像也没有抓到，然后呢，好像看见了一些像是人类般的一些。NPC 啊，我们看可不可以抓一下哈？观众有留言说，哎，老头，这个影片的声音有点不同步哦。嗯，其实我知道啊，不知道为什么最近我的录影软体开始有点怪怪的哈。那这个没办法，就是老头会尽量的去做调整。好，如果还是稍微有点不同步的话呢，也是要跟我讲一下哈。那老头也要一样会努力的去改善，好不好？那也希望各位见谅一下哈。今天这一集应该会带我们这一只这个，这是这个是什么？我们的高级飞龙啊，这只是海龙，这只是我装高级飞龙模组里面所生出来的新的物种啊，就是用那个双栖飞龙改造出来的啊，我觉得还蛮酷的啊。我们今天就带这一只出去探索，然后呢，我们不要骑我们的狮鹫兽了啊，它功成身退了啊，我们让狮鹫兽好好在家里休息。好，那在我们要出去之前呢，好，我们先盖一下传送门。好，老头都把一些传送门给弄好了。好，我们先弄个传送门，这样以后比较方便，比较不会那么麻烦。好，我们直接盖这个大空地好了，比较不会到时候传一堆恐龙回来，然后卡住之类的，好不好？哎呦，闹钟响了，抱歉。OK， 那我们现在重新命名。好，我们这个就直接取家，非常的简单明了。然后呢，以防万一我们的恐龙消失哈。我们喂它吃这个东西啊，这样就好多了。啊，我们直接把它取个名字叫海龙好了，以后比较方便。改名海龙哥啊，就叫海龙。OK， 那我们在出发之前呢，我们还有一件事情要做哦，就是我们要做一下那个饲料啊。我们上一集我有说过说啊，我们遇到的那一只生物，它需要用这个饲料来驯服。哦，没有意外的话，应该是用这个饲料来驯服。所以说呢，老头现在已经材料差不多准备好了，然后呢，我们只差水，好不好？那我们现在来稍微做一下我们的水瓶啊。对了，这个顺便做一下好了。啊，这个也很重要，我忘记做了。这个超级重要的。啊，我们赶快盖在这里。啊，这样一来，我们死掉之后东西可以从这边拿回来，非常的方便。哦，好家在我看到，不然到时候死掉东西拿不回来，哭给你看啊，好不好？那我们现在来做五个水瓶好了，因为我不清楚他这个做一次是一个单位还是给一堆啊，啊，所以说我们还是先做五个水瓶，让他五个都装满，啊，然后那个雷龙好吵，一直被当当当，一直被震来震去的。好，我们把水丢进去之后，我们看一次可以做多少啊，啊。像是这个应该是光 mana 光属性的魔法，它这个一次可以做75个哦，就是从这边做出来的。一般的 mana 再加这个白珍珠可以做75个 mana， 后来证实了。那这个饲料的话，一次可以做多少我就不清楚啦，我们就是做了之后就准备去外面探险。好，一次只给一个，实在是非常好。完蛋了，我们这样材料不够，我们这边必须要再做一下了。然后呢，这个是高级飞龙模组啊。我在想说，要不要做一个来装看看啊？我们现在320个铁，兽皮160，兽皮够，我们铁不够，我们纤维。我们铁的话拿到这边好了，我们来做看看这到底有什么功用啊？其实我蛮好奇的。啊，反正现在正在等待的期间，我们来稍微来做一下好了。好不好？护甲，那个可以给我们的飞龙装啊，装上去不知道怎样啊。然后这个好像也是飞龙的护甲，然后这个也是，没关系，做一个就知道了。来，做一下，一个。那我们饲料做好了吗？我们饲料全部做完了，我们可以走了。来，我们看可不可以套在他的身上啊？好不好？我只好奇而已啊。好像不行欸，耶，那我坐来干嘛的？没关系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呢就准备啊出发了。我们准备就是试试看去抓，看看那一只可不可以抓。我们骑着我们这一只海龙大哥来吧。
啊，各位所期待的东西啊，即将来临了。哇，前面有一大堆，都是我的材料来源。哇，这边还有妖精弓箭手哎 ，Oh my god！ 哎呦，我好痛哦！你看那什么东西打我啊？你看那只古神翼龙怎样这么激动？哎、欸，你们看一下那边居然有 NPC 是站着的哎、欸，是不是刚是被我咬死了、啊？哎、欸、呀，你看看、欸，这个女的也可以抓哎、欸、！Oh my god！ 我想要抓那个女的，不过在这之前，我想要先抓上面那一只会飞的那一只，哎、欸，还两只哎，重点还两只，完了这个很危险，这真的很危险。我觉得我这边会死很惨，这可以帮我补血吗？也、欸、可以哎、欸。嗯，这是恢复耐力的啦，那回耐力药水啊，这不是补血的、啊，完蛋，我觉得我这样不行。那我还有彩虹是怎么回事？这边敌人实在太多了，敌人太多了啦。我想要抓那一只 NPC， 那只妹子，我们必须慢慢的清。我刚刚放那个魔法箭矢超痛的，我刚才整瞬间撩血。完了，妹子是不是死了、啊？先把半人马解决掉。我看到了妹子了，有没有看到？哦，妹子，你看他们应该不会咬我吧？慢慢解决掉，慢慢解决掉。啊！快跑、哦，有点痛啊！哇，全部都追过来了，连那个妹子也来了，是不是？我是被讨厌了、啊，我是不是被讨厌了？哎、欸，我突然不想骑这飞龙了、啊，转弯速度好慢啊，不是很 U 哎、欸。啊，下雨了，哎、欸，那妹子还在，那是妹子对不对？哦，我们把我们的这个敌人移到这边来了，我们有空隙了。咱们有空隙了，不过这些半人马很生气啊！我只要一攻击，他跟他的随众吞佛怪咬我，没关系，一波把他解决掉。行，只剩你了。哎呀，这个飞龙真的是很不会飞耶、欸！我的天哪、啊，你是在飞什么？我突然很后悔使用你啊！转个弯有这么难吗？我决定我要回去换施救兽了。我是说真的，我没在跟你开玩笑的啊！虽然施救兽移动速度很慢，但是呢，最起码它可以360度旋转。我后悔了，施救哥哥，我来了，还是你最好。我说真的，还是你最好。你在干什么东西？好了好了，清完了清完了。你们看到前面那个妹子？哦，这个妹子好多、哦。还是我们先抓这一只，这只是靠近驯服还是晕眩啊？其实我蛮好奇的，我靠近它一下好，因为我刚刚有带饲料在身上，它应该是不会咬我吧？它走路怎么怪怪的啊？哎、欸，是用喂的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我抓到了！哇，这个鸟超屌的，这不是鸟吧？这是什么古生物之类的？哎、欸，不要走啊，过来啊！来来来。让我看看你有什么料哈，嗯，负重了，抱歉。这什么啊 ？Aura， 嗯，叫什么名字？看不懂，好像蛇 ，Skier， 不会念。呜，右键，我们看一下右键功能。啪，哎，什么都没有啊。右键，啪，没伤害。左键有伤害，那、啊、废话，左键一定有伤害的、啊。他感觉他的那个，他的移动范围、移动的动作很像那个无齿翼龙。哦，那现在下大雨真的很讨厌，而且回血好像还蛮快的，而且可以抵移动速度，太棒了。给你们看一下他的样子，这到底什么鬼啊？你看这个嘴巴，章鱼嘴。哪来的生物啊？按 C 键，哇 ，C 键会发那个子弹呢、欸。哦，连环的哦，我们打这只阿龟看看。阿龟，快点！而且好像还蛮耗体力的，蛮耗体力的，打不到啊！
啊，有有有，靠近伤害比较高，因为打的命中率比较高。了解，快没体力了。X 键有什么？没有。哎、欸，而且我发觉啊，他是用手在走路，他不是用脚在走路、欸。哎，你有没有各位有没有看见？他是用脚，用他的手，他的翅膀在走路，他的脚基本上是悬空的。所以说，就代表说他不是他的脚没有力气，他只有翅膀才有力气这样子。这么屌啊！我有那个闪电好大坑哦。这半人马可以抓吗？不行。所以我到现在还不知道他的右键到底是干嘛的、欸。你说要抓，好像也没抓到什么啊。攻击！哦，有啦，抓起来了。小只的被我抓起来了。把他丢到水里。喵！哦，帮他配音，掉下去了。哼，好像白痴。好啦，这是我们这一只不知道什么鬼生物哦，我们有它的饲料，一个就可以抓起来了，好不好？让他那边休息，我觉得蛮帅的。啊，感觉好像是什么魔界里面的生物。哦，你好好的落地好吧你。哦，乖乖停在这里哈。好，我们现在呢，准备去抓我们的妹子啊，大家最喜欢看的妹子，来来来，来力来来力来，我们的狮鹫兽呢？我们的狮鹫兽怎么不见了啊？是不是前面？哎，我们狮鹫兽去哪里了、啊？哎，玩到后面忘记狮鹫兽的存在了。我应该要喂狮鹫兽吃传送门的，我们喂它吃，啊，在前面找到了。我先喂他吃一下传送门，以防万一。啊，那边有一只迅猛龙，该死的！那只迅猛龙在的话就蛮麻烦的，我怕他等下冲过来咬我。我觉得我先发制人把他用晕好了。哦，抱歉，我现在没中。哎、欸，雨停了。来，我们 Discovery 频道，我们来看一下妹子。啊死，野生的，雌性。野生的雌性啊，也是的，它不可能雄性嘛。嗯，他们是吃肉的、哦，吃肉类的话，我们直接给它大腿肉好不好？然后这个应该是不能用晕的，我们慢慢的靠近它啊。你有看过尾形吗？耶嘿嘿嘿嘿嘿嘿！哦，有没有都变态？有没有？它应该不会主动攻击吧 ？Hello， 我只是路过的，摸一下你的屁股。啊死！等一下，这快十八禁了，不太好吧？神肉你吃不吃？哇，熟肉哦，有了，哦耶，这个我可以，血条先关掉，我们看一下，嗯，这个不错，行，好，你们就自己好好回去欣赏吧，就大概是这个样子。我好像不能骑在他身上哎、欸，你是我的了，跟着大鸡鸡走。哎、欸，还蛮正的、欸、我真的觉得。行，神作，这个精灵做的不错。哎、欸，我刚刚是不是看错了？他的背上是不是有什么东西？哦，没有看，那是雷龙啊，吓我一跳，因为他背上有一只蛇。哦，你看前面有一只，啊、哦，你就乖乖在这里，不要做任何攻击。啊、哦，我们再来捕获妹子，把她带回家调教一下。哦，这个也不错，好像是同一个的，抓，太棒了，弓箭手大军。我们这边是还有一只吗？我记得好像是两只弓箭手，然后另外一只不一样，对不对？哎，那边有那个呢，这什么？哇，龙人呢？龙人哥，等一下，这不是时候啊！我们这边还有一只，怎么不见了？还有一只嘞。来，我们看一下他走路的英姿。来，过来，过来啊！快点过来。没错。哇，我东西被偷了。哎、欸，这王八蛋把我饲料吃掉了。干什么东西？还来哦！干，你给我下来哦！你吃我饲料，砍死你！你在那边偷吃，他把我什么东西吃掉了、啊？哇！他把我的那个驯服的那个饲料整个吃掉，你知道那他妈多难做吗？妈的，你给我记住！而且据说吃掉好像拿不回来了，真的拿不回来了。啊呵，吃屁吃哦！好了，没关系，
我们现在这边有两位妹子，好像也就这两位的样子吧。我记得有三个啊。没关系，攻击，打啦，射。哎，不是啊，施救兽不要啦，我们在威力测试啊，施救兽。我们在威力测试啊，你可以先回去吗？我先把它带回家好不好？好，把它放远一点。好，我们家那个人龙待会再去过滤一下那个人龙，好不好？我们现在这边有这两个妹子，先把它拉过来。我把它设定一下，绝育还可以绝育。跟踪范围我们设定成近，怎么跟踪啊？变态你！应该说跟随距离啦，有没有？这样他们就很容易就可以跟着我走，是不是？哦，感觉还是太远了，我觉得。我们要找一只来开刀啊，要不然这只好了、啊，找这只副杰龙。攻击攻击！哦，有哎、欸、有哎、欸，超酷的。可是跟有打跟没打到一样啊，这攻击这么烂。哎、欸，你们加油点好不好？你们到底有没有在射啊？这么近射不到，我看你们还是近战攻击算了啊！你们还是不要远程了。我看了我都觉得难过了，好不好？我真的觉得，好不好？好啦好啦，让你们回去休息一下好不好，妹子？拜拜。好，待会再来找你们。我们接下来重头戏来了。各位看到前面那个没有？龙人，这个龙人到底是要怎么驯服呢？难道也是像妹子一样靠近驯服吗？哪吉？我觉得应该是靠近驯服，跟猿人一样。来吃，哎、欸，不让我吃，吃啊！欸、有了有了，笑什么东西呀、啊？哎，可以起哎！哇，感觉很强哎！哇，可是现在负重了，稍微等一下啊！嚯你呀！右键，右键的话大概是挥个三下左右啊。左键是普通挥击。哦，升龙斩，升龙锤哦，好，好像耗体力的样子哎。嗯。哦，酷哦！哎、欸，还可以二段跳哎、欸！对吧？对吧？哎，他这个模组真的做的蛮优秀的，我说真的，我说真的，这个模组真的做的很棒。哎、欸，前面那是什么？啊，半兽了，那个半人马群落，我一个人应该是没办法攻破他们吧？我的血这么少。哦呼哦呼呼呼呼，然后前面有一只嘟嘟飞龙，是不是？好，我们小心为妙。现在不能越级打怪，你看他跳起来攻击，好笑、哦，这是有在攻击吗？还蛮好笑的，在空中挥击动作其实蛮蠢的。哎 ，K 键有什么功能没有？我们看一下 C 键功能有什么、啊，跳起来蛮帅的。哎，没有体力了。这家伙很容易没体力啊！我天啊，给他吃一点肉好不好？他好像不吃这种肉哎、欸。我们问一般生肉，哎呦啦，你吃不吃肉啊？这家伙，啊不吃肉，你不要跟我讲说你吃羊肉哦，对不对？你不要跟我讲说你吃熟肉、哦，浪费资源。真的吃熟肉哎、欸，这家伙浪费资源啊！算了，啊我们的西剑升龙级。怎么只有下来的时候才有攻击啊？伤害还不错啦，你可以点移动速度吗？还可以耶、欸。呜呼呜呼呜呼呜！什么鬼笑声？喂呀！有没有很帅啊？哎，攻击不错。哎，真的觉得我真的觉得不错哎、欸，这一只。很少有那种新生物做的这个整个肢体动作这么的完善，应该是说我玩方舟以来啊，各个模组不是就是用原有的模组去套用之外，
这家伙又来了。等一下、哦，我先把他打死。打不到，敲死你！哎呀，可恶，这个位置没体力了。他在偷我们家的东西啊！好啦，反正总而言之呢，就是我之前玩的模组呢，他们大部分啊都是怎么讲，随便就是弄一个像是奇美啊、像是就是原有的官方模组去做一些改良，但是这个他们好像是自己做出来的，你不觉得连攻击模式都不一样吗？好啦，如果这样讲，硬要讲，他们可能有点参考到巨猿，就是那个猿人，有一点参考到。但是我觉得他大部分也被改很多，像是他每一个按钮都有攻击，西键也有特殊攻击，右键跟左键都有其他特殊攻击，重点还二段跳。我觉得这个作者蛮猛的，还蛮猛的。不过就是你也知道嘛，流畅度啊，可能是经费不足的关系啊，这个流畅度感觉并没有很优，就是了。啊，有啦，是有挥到啦。哦，你看我们可以把前面那两只给打死。哦，那边还有一只什么地狱狼，是不是？卧虎，哦，这时候再说，好吧，我们先回去了。我觉得我们今天抓的东西也够多了，好不好？回去，来，传回去。虽然很近，但是他没体力了，我懒得再走了。喂！好，他看起来非常的生气，我懂。好啦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稍微所抓到的一些其他的新生物啊。这个龙人，这应该不能叫龙人，勉强应该可以叫他蜥蜴人吧？我觉得应该是蜥蜴人。可是他的图案是迅猛龙的图案，有没有？迅猛龙人啊，没有啦，有点牵强。好，然后又抓到这两个妹子，我真的觉得正，双子，超正的，我很喜欢。然后呢，又抓了什么？又抓了那只奇妙生物，那只奇妙生物怎么不见了？在前面啊，让他排排站好了。啊、哦，来，用脚走，用手走路的生物，啊、哦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产量，希望各位会喜欢，好不好？有没有赞哦？不错吧？好吧，那我觉得我们今天差不多先到这里啦。啊、哦，那个接下来呢，也会继续探索一下新的区域，然后呢，把我们这些工作台该有的东西啊、哦，所以拿出来玩一下。啊，未来呢，应该还会有更多让人惊艳的东西啊！光是高级飞龙就让我们惊艳到不行了，好不好？那么今天影片先到这里啦。如果喜欢我影片的左下角个订阅，右下角个玄幻小伙伴，我是老头。我们下一集啊，我们的普利亚啊，我们叫普利亚，其实也蛮奇怪的，有没有正式的命名啊？普利亚模组，普利亚神话模组，再见了，拜拜。